也没有啥笑啦。双口月四弦，哪里比较屌、哦？跳个屌的，屌啊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在哪里啊？哪里啊？我找一下啊，这里，这里，小模仿，这里，然后飞中间，这里有指甲，必出。哪里哪里 ？OK， 就这个点，就这个点，中间这里连接连接 ，connect， 这里这里必出指甲。连接不叫模仿吗？有两组啊，不怕不怕。阿汤怎么那么快？我怎么知道？没有很快。你们跳哪？你们跳中间哦，正中间哦。中间中间必出，不是必出，必出啦，必出。右边有人。左右都有人，左右都有人、啊。两组吗？两组吗？蓝甲，蓝甲。对啊，啊，我没有枪两位朋友。有人有。来上面吧。OK， 屌的屌的。他残血了。来个屌的，来个屌的。屌的吗？胖子倒了，胖子倒了。剩一个，剩一个。哎呦，干他，好险！谁？还有另外一队 小心哦。那我们屁眼要开花了、怎么两个人不是倒两个吗？干你俩两只啦！两只啊，是另外一队的。对。三只都打了，都没死。没有办法，那个 Ash 我打爆甲了，只是屁眼，还有一只狗啊。不同队的、啊，应该我们应该要拉出去的，就不要在里面，出来外面等他们打。根本没有枪啊！有啊，有指甲、欸，真的有、欸。有指甲、啊、必出啊！是不是一开场是两个蓝，两个指甲，不是两个。一个蓝一个纸，这里不错啊，这里很屌。阿 B 的关键字，这里是我确定的必出指甲。那我们跳十次会出几次？跳十次应该出九次，必出啊，每处跳每处都出啊。啊，如果没有怎么办？没有的话，就是那个设计师的妈妈需要人家关心他。设计这个游戏的人的妈妈需要关心他。外面都有枪啊，那个门口就是要到外面去。到那个玄关的地方，要关心人家妈妈，关心老师。可是刚里面三个人呢、有点害怕，教练。怕三个人，我刚刚进去就全部锁烂，那你屁眼就锁烂了。还有哪里？有没有更屌的？有没有更屌的？要更屌的就这里啊！必出指甲。这里也是必出，没有，我们刚刚是跳这里啊，现在是这里，中间这个在塔上，在那个塔中间有个平台。你说会旋转的那个平台吗？对，必出指甲。那我觉得是这里很多人，就是这里是战区啊。没两样这里算战区，因为他必出指甲。那个站在中间的外面在那边转转转，还要等那个转到了才能走进去，然后现在外面被打一下。我们有天际线，直接进去啊！不用，我们直接飞进去就好。中间哦，那个平台直接被转成智障。是不是有人？我怎么看到好像很多影子？中间有一组。倒一个。一个 HD。好了。我每次指甲的干被干走了，指甲被干走了。啊！干我跌倒了。就是他的萝卜。教练摔下去啊！教练跌倒了，指甲被干走了。指甲被干走了，算了。不跟他一般见识，这里还有箱子，送他，等等再去跟他拿。啊，这个，有人，是罗巴吗？啊，不是哎、欸，是全新的一组哎、欸。这边一个白给的，我丢个 Q 一起上去吧。好啊。罗巴在你们底下、啊，我打一百一。他死了。那个罗巴另外一队死了，你们指甲在你们旁边啊。教练，你前面有两个。一个爆甲，三个教练这边，快来帮忙啊！那个 A 局打71，胖子打100，胖子打100，胖子打了。A 局在右边 ，H 烧死了。靠腰，这是敌人啊，白痴哦！打了，我以为这是教练。
小意思，必出指甲。主甲有去剪吗？主甲可以剪啊，指甲在楼下。然后刚刚对面天线就在我旁边，我还一直在跟他摩擦，结果他不是對。幸好这胖子没血了。Okay. 这里还有一个包，这个。哪里在打？我没有枪声呢。那个圈内吗？圈边吧，这边吧好像。有人吗？有枪声啊。有吗？哎，他们也打怪兽，那边有怪兽可以打吗？那边没有怪兽吧？里面吧，这里，确定。门里面，透视看到了。好的。他还在看外面呢，还在偷看，他好像没发现我们。他会从这里出来吗？对，他在打龙。有哎、欸欸，有发现你了。他在打飞龙。没有，他打龙，不是打我。是龙。啊，他们要推过来吗？他们要过去，他们要过去。要过吗？他们要来捡这个龙的包吗？哎、欸，你要揪啊！你怎么不揪？开枪！我躲在车后，我看不到。两把三重戟哎。来，我补个电哦。轰哥跟瓦吉里，瓦吉里快死了。那个车后那个字快死了。大招。好。好诶。Champion enemy。房子里，二楼。来喽。等冠军过来。哎、欸，他有看到，嗯，他有看到，三只都在里面，那个指甲就在这里角落，他拿什么三重戟哦？哎、欸，他右边也有另外一队、欸。这边有资本吗？小帮手资本。右边那间有另外一队，还是同一队？不知道。另外一队。屋顶、啊、有两队，有一个蓝色的头，露一个蓝色的头。去他。打48。啊，他们是打到山上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前面房子没人吗？不知道，没，我扫一下。还有，那是另外两组。山上有另外两组在打，应该就我们这边两队，对面这里一队加我们，然后两只孤狼吧。孤狼应该在后山上吧？我们刚刚没有在打，知道。哎，圈在哪？哎，这边有一个很近，这个箱子后面。他打25。电刀、指甲、防刀、爆甲，42干，没事。哎、欸，圈不在我们这。屋顶。哇，没子弹了。四肢是怎样？我们可以先往左边走啊。好啊，走啊。他们在打、啊、他们在这边打。要扫吗？他们直接剩三队而已，好像可以往前顶。看，左边一堆。开大。到一个挖基地。这边。我扫。在你右边里面。我扫了一秒，吸到了吗？哎、欸，哇！怎么被秒了？这边其实天际线很鬼、欸，这里他爆甲了，他倒，还有后面一只新碗在捡甲，指甲。耶！这
干那天机线好鬼。小意思。小意思。一把枪就够了。会控热能的人，一把枪就够了。机位很浓，嘿嘿。机。